最喜欢买后面那种帽子啊，你看，那个看起来我不会买的那一种。你不是有那个那有没有左边第一顶那一种？一点点啊，你要站多一点。哇，这是黑色的，咦，你画好那个颜色可以放在水里洗一洗哦。要画什么？画颜色的。咦，你要先拿下去水里面洗一洗，才可以沾新的颜色。洗一洗，洗大力一点，洗洗洗，对，大力下去，对，再大力一点。在下面转转转，哦，对，好，拿起来，然后沾一点其他颜色。哦，小乖画得好认真哦。小乖是在玩水。